家里怎么那么干净啊？进贼了？我扫，厉害吧？你看看，都是灰尘，不干净。你说的对，我下次调整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？你谁呀？那你喜欢我这样吗？烤箱里是什么糊了？我去看看。雕虫小技，捉一风。怎样？我一直以你为榜样。真乖。怎么样？应该要再见一会儿，太生了。你说的对，下次调整。这个酱还不错，但是菜不新鲜。不新鲜的我吃。这个不错，但是太少了，不实在。你喜欢，我下次多做一些。你为什么切那么大？我嘴巴这么小，你不知道。能咬多少咬多少。好吃。
的真谛。你干嘛？这个我做的，给你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让你喜欢，一切很简单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。喜欢什么？我吗？什么声音啊？没什么，你等我一下。要不我进去看看？你别进来，等我，听话。哦，好。怎么还没出来呀？怎么了？下水道堵了？我想送你个礼物。礼物？嗯，你最喜欢的。在哪？快给我看看！噔噔噔噔噔！啊！别换，别换！不咬人的，你不是喜欢蜥蜴吗？送你。你再过来，我跳下去了。别生气嘛，我要是知道那个问卷是你弄的，我就不会乱写了。你知道我为了那个问卷，我……你准备的这些我都很喜欢。真的？嗯，该吃。我说真的，我对吊灯发誓，